这一阵啊，逐工确诊的人数拢持续增加，为着提供保护警察人员执勤的安全，国际赛珠会300低温区加台赛珠会是特别来关注着快台汽车50啊，总共250只，福冈一区第二分局第一线辛苦的执勤警察人员，让因会当更加更加有保障，嘛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安全。嘉泰西主会为感谢警察人员的辛苦，由会长王正贤带领前会长丁干部前往第二分局慰问，并捐赠快筛40至50盒，总共250只，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嘉泰西主会会长王正贤表示，目前国内疫情严重，警察是徛在防疫的第一线人员，唔单是全面支持防疫工作，居家照护，也就是检疫的民众失联，甚至确诊者往新订盖好工作，拢是用高规格方式专心投入工作，你为何警察同仁会使更安心？特别透过捐赠快筛试剂的方式，表达嘉泰西主会的关怀之意。现在国内疫情严峻哦，警察是站在防疫第一线的人员，除了维护地方治安与交通以外，还必须全面支援防疫工作，一切用高规格的方式全心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上，同时还必须兼具面临传染风险的心理压力，确实非常辛苦，在此请代表嘉泰市主会向第二分局献上祝福，也希望期许透过这次机会抛砖引玉，广邀更多人发挥爱心。嘉泰市主会黄会长带领他的团队来给予这个警察单位祝福，还有我们这个最强的后盾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那这个快筛剂的，因为这个嘉义市的疫情也是陆续都有发生那快筛剂的这个需求也蛮大的因为我们警察工作在外面接触的民众非常的多。那这个感染的风险很高，那所以这个快筛的需求会比一般的民众再来的大一点那这个黄会长知道之后就也很用心就去召集了这些会兄会姐然后来赞助我们分局这个快筛剂给警察这个最强的厚度，也很感谢我们黄会长带领的这个团队在疫情的这个期间能给予我们警察最强的帮助。嘉泰西主会表示，在疫情发生之后，不管是医护人员，也是市政府、警察机关、消防局等单位，拢在为人民付出，保障大家健康安全。因此，特别关注50盒的快筛试剂来尽一份心力，也希望透过这一届机会抛砖引玉，邀请更多人响应做爱心，共同抵抗疫情。新闻第二频道七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